先係咪邊個角有廁所啊？好似英國人未到喎，嚇！頭先嗰兩個，向後走，我慢慢行啦。北京它本来是有两块的嘛。啊，它不应该是这样。特别是山区里面啊，啊应该蛮大的。是啊。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么热。今天32还是30多度，它是气温倒不高，它主要是闷的。哎。反正蒸的，它那个地气热。有一个再往西边走。西安去过吗？西安没有，我们是西安的。哦，西安好。Wow.